那个鱼啊，怎么？食欲鲜明。我的。大虾先。好。因为我还在。
是什么？纸胶带。纸胶带啊？是什么的？破烂呐。他不要大的，他喜欢小的。
族用的。等一下哦。嗯，对，火腿。不用啊，都安全的。嗯。哎，怎么停不起来？你今天学两次乐呢？哦，耶！那你可以把它弄倒吃啊。倒吃可以吗？谢谢。龙虾三明治，因为这个太长了。